花莲市的果菜市场，昨暝八点外，一个菜贩啊，要甲路过机啊塞去哩货车顶，但是唔知倒位创无好势，这个路过机啊煞全并落来。菜贩啊，才八岁后生，看到爸爸跟在个车卡，赶紧叫人来斗三工，但是已经袂赴了。手工啊，甲对高机开去哩车顶，但最后一个过程煞发生意外。这起哩倒边的柜台车全变过，43岁姚姓男子当场倒伫个车下。这附近卖菜听到声，紧冲过来。我拢把好要转去啊，我听到砰一声，我紧倒过去看，结果就倒落去啊。伊个囡仔才八岁左右，嘛伫个现场看到这个意外，惊到唔知要安怎较好，紧走去另外一头喊救命。有另外一台追高机要帮忙，但地铁下面的姚姓男子已经身受重伤，无气啊。拖出来的时候，刚摸的时候，我是感觉我哭。啊，他有明显外流血吗？没有，都没有。市场内大家拢紧过来，想要斗三工。不过男子送到病院急救了后，依然是无多挽回性命。花莲果菜市场内嘛已经危防搜索，警方持续追查，到底是啥物所在出问题，才会让这追高机失控变轨，发生不幸。